三月四日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 Zoom 视频会议的方式，向欧洲多个国家、不同的城市的民众发表演讲。他鼓励欧洲人民与乌克兰站在一起。泽连斯基这一演讲通过安装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、德国法兰克福、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。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、捷克首都布拉格、法国首都巴黎、里昂等城市的大屏幕播出，震撼了整个世界。下面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泽连斯基精彩澎湃的演讲。在这第一分钟，我想献给那些在为国家战斗中牺牲的人。 献给我们的士兵，献给那些服务的人，那些正在做飞行员的人，那些在不同的领域做出英雄事迹、保卫国家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人。让我们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士兵，对他们说一声安息吧。我想向欧洲人民致以最美好的祝愿。这就是我们的士兵。 我们的英雄这些天相互的问候方式，他们正在保护他们的家园，他们正在保护我们的乌克兰，保护我们的欧洲，他们也正在保护你们的欧洲。他们正在相互问候，祝愿对方身体健康。但从最近开始，“祝愿你身体健康”这句士兵的问候语。 这种军人的问候语已经变成乌克兰人的问候语，因为我们正在保护我们的国家不受俄罗斯的入侵、不受俄罗斯的攻击。我们正在全面保护我们的家园和土地，远离俄罗斯发动的战争和俄罗斯的侵略。今天，我们的军人在军队中为我们的国家服务。 其他的人作为医生的手里拿着手术刀在抢救生命，还有人正在为保护儿童和他们的家庭而努力。这就是我们的心，这就是乌克兰的心，共同对抗邪恶。我想把这个心献给你们，献给欧洲的人民。我想呼吁你们不要保持沉默。我希望你们走上街头支持。 乌克兰支持我们的努力，支持我们的斗争。因为如果乌克兰站不住，欧洲也不会站得住。如果我们沦陷，你们也将沦陷。请不要保持沉默，不要对此视而不见，站出来吧，尽可能多的支持乌克兰。如果我们赢了，而且我确信我们会赢，这将是整个民族世界的。 胜利！这将是我们自由的胜利，这将是光明战胜黑暗、自由战胜奴役的胜利。如果我们赢了，我们就会变得像欧洲一样百花齐放。欧洲在这场华丽的胜利之后，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更加的繁荣。荣耀属于乌克兰。俄罗斯军队袭击了。 扎波罗热的核电站，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。如果发生事故，它造成的危害将像六个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。俄罗斯坦克手在炮击时一定了解这一风险，但他们还是直接向核电站开火。这是史无前例的恐怖。俄罗斯军方已经完全排斥了。 对切尔诺贝利的记忆，关于这场悲剧的记忆，俄罗斯人民呐、啊，你们怎能忘记？一九八六年，我们一起对抗了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。你们一定还记得爆炸时散落的石墨，受害者，你们一定还记得被摧毁的动力装置上。 发出的令人胆颤心惊的光，你们一定记得从普里皮亚特和三十公里区域疏散的情况。你们怎能忘记这场悲剧了？如果你们没有忘记，那么你们就不能沉默，你们必须告诉你们的当局，他们正在毁灭你们自己。走上街头吧！ 俄罗斯人民告诉当权者：“你们想活下去，要生活在没有放射性污染的土地上。但核辐射并不知道俄罗斯的界限在哪里。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和非常特殊的人民，我们真的不希望他们毁灭。我们希望他们都留下来，而不仅仅是存在于故事中。” 我不希望乌克兰的故事成为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传说。我希望和平，我希望和平地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。与乌克兰国家作战的俄罗斯军队的人数明显多于乌克兰军队，但在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眼里，从来他不会在乎我们和他们自己的人民，他不考虑生命。 和财产，俄罗斯人带来一个移动的火葬场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会提前让他们的家人、他们的母亲看到他们孩子死在这里。我们正在捍卫我们的自由，我们的家园，这就是我们愿意去死的原因。俄罗斯侵略者的这种行为是种族灭绝，尽管有悲惨的历史教训。 但这种行为还是在二十一世纪再次犯下，这是人类抹不去的耻辱。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阻止这种毁灭人类的暴行，那么明天我们将面对世界末日。今天的乌克兰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一道山峦，和平与暴行之间的一道山峦。 乌克兰在这边，俄罗斯在那一边。但我知道，无数热爱和平的俄罗斯人希望跨过山南，从那一边走到这一边。这是人性的呼唤，文明的呼唤。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何时结束，我也不知道我明天是否还能出现在你们的眼前。但我知道，胜利必将属于。 乌克兰，我们不是在等候，我们是用生命、鲜血守护家园，这是我们的使命，一个保护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历史、我们家庭的使命。和你们每个人一样，我也担心亲人们的安全，但在这个困难的时期，我们只能面对苦难，因为我们的脚下没有退路，我们害怕。 失去我们生活的地方，害怕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幽灵。如果一天你被问到你来自哪里，而你只能说我没有国家，我害怕这样，我害怕我们的后代会质问我们为什么他们没有祖国，我们留给他们什么了？如果我不是总统，我就会加入乌克兰国土防卫队，会在战场上击退。 入侵者，我会提供食物、医疗救助，我会做一切我能做的事。但如果侵略者告诉我你必须放下武器，我不会遵命，我会继续战斗，因为我在保护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乌克兰。我们没有拿走俄罗斯任何东西，也没有一个军人出现在俄罗斯的土地上。 也没有威胁任何一个俄罗斯人。我们只想平静、自由地生活在乌克兰这片土地上。以上是泽连斯基演讲的内容，让人为之动容，为之落泪。看到乌克兰遭轰炸的场面，看到惊恐万状的乌克兰民众，看到死去的乌克兰勇士，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。 去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。或许一周前，他们还认为不会爆发战争，还在计划自己美好的未来。当俄罗斯的炮声打碎了乌克兰人一切梦想，他们像二战中的难民，躲在地下室和地铁上。他们行走在逃亡的路上。当我看到二战时期的历史和战争书籍， 总觉得他们已经是遥远的过去，但今天他真实的来到了我们的面前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。或许他是一个律师、一个建筑师或一个医生，但他现在就躺在地上，没有了生命的气息。战争就是生命的毁灭，就是人与人的相互残杀。 乌克兰人死了，但他们死在自己的土地上，而俄罗斯战士死了，他们死在不正义的侵略中。谁又能为他们洗去耻辱呢？设想他们的子弹不是来自乌克兰，而是坐在克里姆林宫长长桌子顶端的独裁者普京。普京或许要说，苏联的分裂。 是俄国的羞耻，他要重新恢复彼得大帝的辉煌，他要将分裂的土地一块块连接起来。死去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他的眼里，在他帝国的梦想里都微不足道。他曾经在古老大国的梦想狂热中，幻想着万众的欢呼和鲜花的海洋，但历史。 早就告别了普京梦想的世界。大国的荣耀不是疆土的广阔、军力的强大和权力的威严，而是本国人民有尊严的生活、尊重并帮助他国，让世界生活在和平、友好、互助和共同发展的环境中。通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我们可以看到。 独裁者的知识是何等的老旧，对世界大事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，对自己的自信又是何等的盲目，对未来目标的设计又是何等的好大喜功。但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没有权力的制约，有理想的独裁者必将变成疯子和野兽。泽连斯基的演讲。 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。中国人又应该为乌克兰人的苦难做些什么呢？中立与俄罗斯暗通款曲，为独裁者普京鼓掌欢呼，还是勇敢地站出来支持乌克兰人民保家卫国，谴责俄罗斯和独裁者普京的侵略恶行？中国和中国人。 都面临抉择。支持独裁者、侵略者，将会与世界为敌；支持乌克兰、泽连斯基，将与独裁者为敌。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，中国人应该站在正义一边。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谁是我们的敌人？在历史转折的关头，他拷问着每个中国人的。 灵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此，感谢您的收看。